这位同学叫做切小金啊，切，我姓切。金同学，你就去坐小公主旁边吧。这次学校有很多比你笨的笨蛋，说不定你旁边就有一个。你家的温泉饭店长什么样子啊？我警告你，不管那里再豪华、再漂亮、再温馨，到了那边绝对不准说旅馆的好话。我觉得你多虑了。每一间旅馆，多少都有死过人。但是我们这间还没有。你不是说我们有蜡烛护身，不用怕吗？重点是不要让它灭。